喂，大家好，我今天来分享一下那个琴的功能。很多人跟我讲说，你最近都在介绍900的，那我们970啊、975啊都忘光光了。好，那我这一次就来介绍一下，S970 它的multi pay control 是怎么去运用。好。那 multi pay control 它意思就是，多重的衬底音乐，它你的自动伴奏除了自动伴奏，另外再多给你一些不同的那个重点的乐器，譬如说像我们选择slate 选择下去。它这里就会有一些内建的东西，譬如说我们点 keyboard 好了，keyboard 它会有8 bit，好，我们听听看，好，这就是8 bit 分解和弦哈，然后譬如说这个，好，然后呢，像有一些譬如说鼓组。鼓组，好，这个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说 brass，好，那关就是从后面关。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开一、二、三、四，那我们要关全关，就按一下。如果我们要关其中的一个，按这个，然后再按关，这样就好了。这个就是内建的，好，那上次有跟大家介绍一个录制，好，录制的话，我再快速的讲一遍，它从 function 里面进去，然后找到第二页menu 二，它会有一个multi pay creator，好，进去之后，那这是我之前弄的，然后我们要先要录制的话，都就是按一个 New band 哈，它就一个给你一个空的东西，然后你按这个录制就可以了。好，那像我们可以先选择乐器，譬如说选择rock 吉他好了，好。那我们选择 rock 吉他的时候，然后就按录音然后这下面有一个叫 repeat 就是它会一直重复就是一直 loop，然后这个叫call match 就是和弦跟随那我们先来录一段一。我们录完就按 stop，然后我们来听听看，它这个灯就会亮起来。那亮起来就表示我们已经录好了。那我们先试听。好，那像我们这样 repeat 是关在 off 的地方，我们如果把它放在 on 的地方，好，那我们听看。所以它就会一直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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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就是这样，然后你录一、录二、录三、录四，然后再把它 save 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 save 起来，然后你给它一个档名，然后它的储存，然后它就会把你这四个你储存的都储进去。那有的人会用
有的人会用那个有的人会用插音，譬如说这一首歌的插音，哦，可能它只有几个，所以我们就录在一，哦，有几个形式的插音，哦，譬如说录在一、录在二、录在三、录在四，然后我们这一小节完之后马上按一，就是会有这一段的插音，然后马上按二就有这一段的插音，那你录每一段的插音，然后你就可以去运用。那再来呢，这个是录制，然后还有一个叫步进，好，这个就是步进。那步进的话就是这个校长比较厉害，他就是可以一颗音一颗音的写上去，那我们自己就不用弹，然后一颗一颗音的写上去，然后一样把它录制在每一个地方。对，好，那个这个就是MultiPay 的录制，自己去录制那个像插音或是你要的音效。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设计不同的音效，譬如说打雷啊，哦，然后海啸啊、小狗叫啊、鼓掌啊，那个要怎么弄？那个一样哦，你就是按这个 select 先退出去。好，退到先回到主页面，然后一样按 select。好 ，select 它这里会有一个我们按 menu 二。好 ，menu 二这里有一个 audio link， 就是把你的 audio， 就是把你的那个音档把它 link 起来，那我们按下去。好，按 OK。那它就会有一个四个空白的，就是表示这四个，那 empty 就是空白的地方，然后譬如说我们要录制，我们要选择我们的 audio 档里面的，然后放在这四个不同的地方，然后譬如说我们按一，好，那我们就会选择我们的内存的在 USB 里面的audio 档啊 ，wave 档，那比如说我们选一个这个好，听听看。I wanna rock your body, body rocking to the beat, electric rhythm pumping this. 好，如果说我们喜欢的话，啊，我们就把它储存起来，然后我们再来按二。好，我们看第二个。第二个一样，我们去找我们自己喜欢的，譬如说我们随便选一个，这个好，这个不知道什么，掌声，哦，这是掌声，哦，如果说你喜欢，我们就把它圈 link 起来。再来呢，第三个，因为970它只提供英文，所以这个都不是中文。此地不宜久留。哦，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如果我们喜欢，也是把它 link 起来啊。然后第四个，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就把它换。I wanna rock your body, body rocking to the beat.譬如说这个是风，哦，然后我们已经 link 起来了， link 这四个，哦，我们来试试看，哦，I wanna rock your body, body rock。此地好，那我们都 link 起来了之后，像这下面这个有一个
audio level， 它是指它的声音你可以去控制，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第一段。I wanna rock your body, body rocking to the beat. 那我们可以用在下面。Electric rhythm pumping discotheque robot heat. I wanna rock your. 好，然后我们平板太重了，然后吹下去。好，好，一样哦，就是。就是这里是大小声，好，然后一样我们就把它 save 起来。把它 save 起来，在左手边。然后一样给它一个档名，它就是它就会。link 起来了。那你看我们的MultiPay 它就会上面写一个 N， 有没有？它是 Audio Link， 对。那以后我们如果要找这个叫 N， 就是这样。I wanna rock your body, body.好，这个就是我大概对MultiPay Controller 的初步的介绍。那希望这个影片你能对这个功能有更多的了解，谢谢。